係誒，你暫時我哋所知咧，被拘捕就係頭先宣讀嗰十位，亦都有其實喺度被檢控拘捕係一百三，係啦係啦，被拘捕就138人。係而家會落案起訴嘅咧，暫時啊今日咧，你通知會嚟，即係落案嘅話咧，就係有10位人嘅成員。係啦，咁另外9位嘅咧，我哋就全個名單我哋唔清楚，但係知道係可能係另外一批嗰晚啊。即係有另外一批示威嘅活動嘅成員，咁佢哋而家可能喺香港仔警署嗰邊報到，你理解？我哋呢個問題要問警方喎，即係問律政署喎，我哋好難幫佢答到呢個問題嚇。問啊，阿人龍仔啊！我哋甚至當然對佢哋進行即係檢控嘅落案起訴過嘅，就表示結果不滿意啦。大家見到啦，即係其實有兩個立法會議員、一個區議員被政治檢控嘅一個咁樣嘅場合咧，都冇主流媒體，好少啦，唔係冇啦嚇，極少主流媒體嚟吸啊。有啲去咗香港仔啊，你就會明白，即係香港而家係幾咁黑暗嚇，但人民力量係唔會退縮嘅，係咪？